我自己的创作，我本身自己先认为艺术里面是包含着很多这种比较综合性的大艺术，比如说里面有诗歌、音乐，里面有舞蹈，里面有文学，这林林总总的一些东西。变成了一个我自己的创作的养分。那在我们的这种在创作的时候，我通常是在生活中，我保持的对生活中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敏感度，生活中的各种元素，这里面就包括天气的变化，还有季节的转换，还有生活在周围的人们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有这种整个社会的这种快速发展的这种转换。我倒认为一个画家应该永远都时时刻刻保留着一个敏感的这种敏感度去观察，也就是因为这种洞察能力，所以使我们有这种喜怒哀乐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变化，从而能够创作出比较更生动、更有、更深远的一种绘画作品出来。